位同仁，大家好。那我们的活动即将在一两分钟后开始。那在开始之前，要麻烦大家先根据这个 Slido 的网页，先打开一下行动装置，然后同时输入一下密码。那请大家先稍作一下准备，谢谢。大家好，我是人资组的高丽婷。说到创新数位转型，有一个人一定要介绍给大家，他总是在实体和虚拟之间穿越，串接资源，建构沟通平台。当他入阁后，给自己设下一个看似谦虚却非常困难的任务，当公仆的公仆，要运用数位系统来辅助公务员。其中过去使用 Mac 电脑报税操作是非常的繁琐，但是今年呢，却只要5分钟就能够完成，便利许多。究竟要如何使僵化的体制拥抱数位，主动沟通、开放、透明，又如何结合科技来减轻一线人员的负担风险？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行政院最年轻的政务委员，也是首位的数位政委唐凤，与我们分享开放政府的数位转型以及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唐政务委员。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可以来这边。那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这个系统的使用方式，不过我还是再次快速说一下，就是透过手机或其他可以连线的设备，如果打开浏览器的话，可以到 slido.com， 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可以输入数字的地方，井号不用输入，你就按一下，然后输入703，然后按一下绿色的箭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到一个匿名的聊天室。那这边有两个要提醒的，一个是说，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要问的话，那你就不用特别打字，你就按赞就可以了，因为赞的数量越高的会浮到越上面，那我就比较知道说有多少人关注这个议题，那我就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第二个是说你可以具名，但是我看起来大家大部分都是匿名来提问。那匿名提问有个好处啦，就是在这样子的场合，通常如果要举手的话都会得到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问题哈。那但是匿名的话，大家就会问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也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对，所以就这个不用特别管说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数位转型或者社会创新这些，这些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会很乐意分享，但是如果有其他完全不相干的题目，反正我如果不会我就会说我不会，那都很欢迎这个直接来询问。那另外就是说最新的问题会跑在最底下，所以我待会处理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你觉得我回答的不够深入，或者是有哪些别的侧面没有碰到的话，那也很欢迎就是随时追问，那追问会跑在底下。那这是我们的空间结构哈。那时间结构上面大概有接近2小时的时间，中间不休息，但是如果需要去洗手间可以随时去洗手间。然后这个中间我想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想要这个觉得说这个问题我读起来好像不是你想要问的那个意思，都很欢迎这个忽然之间就举手或者不举手，那我们都可以直接开始进行讨论。好，那所以那在这边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这个有那对，然后底下常常会变成聊天室哈，那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那个正常能量释放，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有什么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那常常就是我在上面一面处理很认真的题目，底下在一边认清啊、聊天啊，或者对于裤子表达这个喜欢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这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请不用介意。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有11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面对超过30岁的硬体，平均年龄15岁的资讯系统，策略上面有什么方式可以稳定营运哈，并且赶上与时代的落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开一下简报。非常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现在有一个，看一下简报开不开得起来，现在有一个很简单一个概念，
不是贴便利贴，这个是待会才要讲的。OK，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它就是叫做前台一致哈，然后后台整合，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值得多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前台一致后台整合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在尤其是在 PC 时代，但是到 Web 时代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招标然后购买资讯系统的时候，经常是一整包，就是说我们是公务体系嘛，我们会去委外到一个 SI 厂商，那这个 SI 厂商它大概会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就是它的后端的资料库，它的运作的这个逻辑，这个可能因为 APP 现在有别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写这个逻辑好了，就是后端，然后呢以及使用者看得到的前端。那这个前端它可能是好比像报税软体现在还是在用要下载的软体，但绝大部分都是 web 了哈。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一个标大概就会有这三件事情。那以前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招标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直接就是以使用者需要用到哪些功能，好比像说报税软体，它会需要输入它的身份证字号，然后它用它的就是健保卡或自然凭证或别的方式认证之后下载这个自己的所得，然后在上面提供试算之后送出去，它是一个所谓功能性的一个叙述。那所以呢，这个 SI 它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确保这个资料库是稳定的，确保后端的这个逻辑是正确的，并且确保它的前端是堪用的，就是你在 RFP 里面每一件需要做的事情都要做。那这样子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第一个，大部分的 SI 很难同时擅长这三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它是稳定性非常厉害，那或者是说它的后端的逻辑相当厉害，那么它的前端的体验就常常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因为从它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标，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多投注在什么地方，少投注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会有一个盘算。所以这个时候除非你特别告诉他使用者体验很重要，不然使用者体验很可能就只是他满足这些功能。这个呢就具体体现在我们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公共政策网络上面平台上面提了一个案，那他这个提案就叫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那这个其实说真的，这好像不是一个真正的点子啊，我们说是提点子，这个比较像是负能量的发泄。那它的内文充满了负能量，我就不在这边这个复述了。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实际去看，就是说你在 Mac 或在 Linux 上面报税的时候，当时财政部开给官贸网路说要做的每一项功能，它真的都有，就它验收的时候是都有过的。但是呢，好比像说它第一个画面会说正在下载元件，请稍待。那但是呢，它的弹出式视窗现在大部分都会被挡住。那所以呢，很多人就坐在那边等了大概四个小时，他还在那边请稍待。可是呢，因为这个要验收的人，他会先按照那个手册先把安全性设定啊什么都调整好，所以他就不会看到这个，所以他就会打一个勾表示过了。那接下来他要安装 Java App， 两个小时又过了。可是你如果在 RFP 的单子上面，他每一项功能都是打勾的，所以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就是他的心情越来越好，这是本来的 RFP 想要做的。可是呢，这位使用者他的 feedback 非常好，他说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的大家的预设就有一个落差，就是说我在验收的时候，我是觉得啊赶快可以验收，觉得很高兴，但使用者在报税的时候其实心情并不是像负责验收人员那么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反差。所以同样的字样，我在验收的人我可能看了觉得不错啊，有一个这个财政部的吉祥物跳出来，这个很高兴啊，表示我验收完成，可使用者看到的时候只觉得满满的嘲讽。所以这个是就是主观感觉就不一样。那我们透过网络又搜集到很多字样，好比像说自爆多啊，好比像说华丽到让人迷惘啊，那这些都是使用者具体的感受啊。那但是这些东西在以前基本上使用者就是只能吞下去，因为它功能都有嘛，你还要说什么呢？这样，所以长此以往，大家就有一种这就是政府的美学，或者说这就是政府的这个风格啊等等的这样子一种讲法出现。那所以当然心情就更不好。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就是从技术上面来讲，我们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公部门在以前是分别找 SI 嘛，然后分别这个建制它的后端、它的逻辑、它的前端。那
这样子的问题是说，好比像说我们要开一家公司，然后呢你要跑大概4-5个不同的单位不管是税籍登记、商工登记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在以前没有电子化的时候，就没有 web 也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那你就是去合署办公的，就是某个户政事务所或者某一个服务中心，然后你就是跑4个柜台嘛，拿同一份表，然后这样子跑4次。那大部分的人就是请假个半天，大概就可以做到。那而且你也认识了4个不同的朋友。那但是呢，现在在网络上的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4家这个公部门分别找了4个不同的 SI， 写了4个不同的后端，4个不同的前端。所以从使用者的体验就是说，我相同的资料，我要在4个地方用不同的格式各自填一遍。填完之后呢，我又不能认识新的人，而且呢，我明明已经填好了，我到下一步的时候，我还要等工商凭证开启啊什么。他在脑里要有一个类似技能树啊、路线图啊这样子的东西。那如果你是去这个公所的话，至少那个志工还会告诉你说，你先到1楼，到2楼，再到3楼。跟你在网络上面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所以他的体验事实上比数位化以前还要差。那这个是我们是有具体的数字佐证的。所以这个的意思是说，在以前我们做所谓的 e-government 的时候，就是在第一段。我们的 KPI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的 service 在线上可以使用。那但是呢，即使这个破百了哈，就是说一个这个实体的东西有好几个这个网络的服务都可以使用，事实上这个排名台湾一直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什么不会，这个冲 KPI 最厉害，所以在国际评比上面，这个都是这个前10名、前5名，这个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些都上线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想要去用纸本，他还是想要临柜，那为什么？因为他体验真的很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直冲这个 Stage One 的 KPI 就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资料导向的这个治理，那我们做的就是所谓的 constituent value， 就是说对使用者来讲有意义的东西我们才去做。所以我们换到资讯架构来这边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在前台给他一个一致性的体验，我们把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这边后面的这个后端，我们都做出一个好像是一个插座，插座我不太知道怎么画，随便了。那个 OK， 好像插座一样的一个开口出来，那它就是所谓的 Open API。那这些插座基本上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说你把电脑假设成一个就是可能盲人或者是其他的无障碍的这个通用的使用者，意思是说他看不懂这个你上面放的这些 Flash 啊、这些 Java Applet 啊、这些动画、他都不是很在意，他只在意说我要下载我的手所得，或我要报税，或我要做什么具体的操作。然后你就把这些插座把它开出来，然后让机器能够彼此之间互相读取。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做一个一致性的这个前端，这个前端呢，它就好像那个志工一样，就是带着你去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那你填了一次资料，它就帮你填到第一个区，它就帮你填到第二个区，之类之类。那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它就一直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它就完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就是 life event 或 life cycle， 就是你跟政府要发生什么关系，是以你的需求做出发。那你需要调动到哪些资源，它就是在后面去调动到这些资源。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想法。那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我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一个一个介绍。但最主要的看的就是说Number of data-driven services， 就是说这个 KPI 变成是说我有多少的系统，它的后端是可以跟前端拆开的。那它的前端也许还是在，它的前端也许还是很丑，这都不是很重要。那但是你可以要求你下一次在更新你的系统的时候，要求你的厂商说，那你现在需要做一个让别的厂商也跟一般使用者一样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接口。那我们如果这个要再进一点点细节的话，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给大家看我们公共数位创新空间，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工作制，就是我们的部落格。那这个呢，里面有当然有一些什么法规创新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要找的是这个。所以如果有空的话了，之后结束之后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几个小条文，让政府提供更好的数位服务。大概就是有列出我们最近1年半所在不管是采购法上面、资讯服务契约范本上面，或者是在一些法规解释上面，或者是这一些上面我们做的一些贡献。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这个你的厂商现在告诉你说他要做这个机器对机器读取
这件事情，他要给你额外的收钱，那或者是说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你需要另外的再开一个标案，不然他做不到，那这样你就可以现在就可以跟他说，按照机关委托资讯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办法第七条，前项第二款锁定厂商之专业技术能力，得包括在零成本或低成本之前提下，就是不开一个新的标案的情况下，提供可自由存取使用修改散布之共通性应用程式界面开发或整合能力。简单来讲，如果他要收你很多钱或者他做不到，就是他不专业，那如果他不专业的话，那标案就不要给他，那其实一句话讲就是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蛮 powerful 的，就是说从各个机关他在采购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从资格这边就去说，哎，你如果只做一些人可以读的，或者你只是把本来前端界面拉皮一下，那这个你一定要让别的后端也可以直接对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特别为每一个使用者的体验，喜欢用手机的，喜欢用 VR 的，喜欢用聊天机器人的，随便了，那都运用这些插座去做出不同的体验，那这个时候前端的规划跟设计就可以是一个额外的标案。那像我们在暴雪软体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完全没有换掉后面的后端或者后面的资料库，但是我们前端的那个使用者的体验那一块是重新改过的，所以我想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前后分离，然后让前面是一致的体验，不是跑四个地方，但是后端是透过这些 API 来整合，你也不需要打掉重练。事实上这样子的成本，像我们在暴雪软体案的时候几乎是好像是负的成本，因为我们就把这个前端，因为暴雪软体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使用量它是在报税的前两天跟最后两天是特别多人用，然后中间就比较少人用，那以前你前后端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后端机器一直要开在那边，频宽一直要租在那边，但是当我们把它分开之后，前端它就可以放在云端上面，有多少人用我再开多少台电脑，那中间没有那么多人用的时候我就少租一些电脑，所以最后的钱事实上是省下来，我们就是用省的钱的零头去做了一个规划案，然后去让大家来一起进行讨论，所以这是大概比较就是非常 high level 啦，但是如果有就是比较细节的追问的话，那我们就待会再来处理。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对于公部门跟公法人机构推动数位政府，是不是存有期待，还是有希望？有的话为什么有希望，没有的话要怎么样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可以工作。这是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好，那这个鲁迅说这个希望之于绝望哈，这都是虚妄的嘛，对不对？希望之于虚妄正与绝望相同，所以 我想这个是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好了。我们在PDIS 就是我的办公室，是所谓行政院公共数位创新空间。那大家可能知道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其实是所谓的不管部会的就是跟部长同级，但是我们并没有部会，就没有一个数位部啦，简单讲。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绝大部分的政务委员大概都只有一位或者两位的机要秘书，所以政委办公室其实是很小的。那但是我们呢，因为用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方法，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允许大家来自愿的投靠，所以说呢，我们在院里面除了我的办公室，然后隔壁陈美玲主委捐出来的借我们使用的办公室，三楼教科文处，还有在台北就是空总的那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一楼、二楼跟地下室各有一个空间，所以呢加起来就还蛮大的几个空间。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邀请整个行政院每一个部会最多每一个部会一个人啦，我不会挖太多人，但是都可以自愿请调，然后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工作。那但是薪水还是他部会在付，然后考绩也是他自己打。那所以在这个情况，我们一下子就有十几位这个全职的朋友。那我们又请自测会的每一个所又来一个人，那将又多六个人。然后还有公部门的见习生计划，所以我们一年可能用35个以上的见习生。那所以其实加起来就变成20几个 full time， 然后30几个 part time， 但是大家都是一个自愿结合，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自己看到案子就去做。那我是绝对不会命令大家做什么，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就是帮大家吸收风险，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但这群这个完全是所谓安纳奇主义的这种这个就是自己爱干嘛干嘛的这个东西，那你要组织起来，基本上一定要有两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
然后你一定要有好吃的食物哈。那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定期，我们好比说每个礼拜一起吃午餐啊，或每个礼拜三有这个我的 office hour， 然后有一起晚餐啊什么之类。就是说，你还是要有这个一些就是比较让大家团聚起来的一些空间，把大家聚在一起。那在这个中间，大家都是 working out loud， 就是说大家在做什么，整个工作的这个状况，我每天一起来。大概就是实际上我这个自己在院里面架的一个系统哈，就是任何公务员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系统，我是政委自带厂商哈。那里面有一个就是看板，那看板如果大家有用过 Trello 的话，就是它就是像 Trello 这样子的系统，就是我每天一起来，那我就可以看到说我的每一位同仁现在正在忙什么事情。然后正在更新哪些事情，他们最新的活动，那最近要办什么座谈会，然后要这个写一个什么 app， 然后还要怎么样，然后到底做到哪里了，然后每一个专案大概有哪些人在参加等等，大概就是用一种自己管理自己的这种公开管考的这种方式。那我们每个礼拜一的午餐大概就是把这个都念过一遍，然后每个人来 report 说自己大概需要花多少力气这个礼拜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每天早上大概9:15的时候有一个 stand up meeting， 就是大家站成一圈，然后去说，哎，我们现在在做哪些事情，然后什么东西卡住了，需要什么帮忙。那为什么是站着开会呢？就是因为大家脚会酸，所以说这个9:15就通常就开到9:30，大家脚就酸了，因为你要坐着开会的话就不用做事了，所以我们大概都是站着开会的。所以我们这是这个空间的部分。那价值的部分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各行其事了大概快一年之后，我们有办一个公事营，在这个共识营里面，我们去凝聚出我们共同的价值。那这个就可以回应到这位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保持这个悲观，或者不保持乐观，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是处于一个什么中观的状态啊？就是去非常佛系的这个改变政府。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有整理出我们价值的排序。那这个排序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事情都不一定能够兼顾到所有这些价值，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势必有一些东西要牺牲，那不能够牺牲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大概20几个人就讨论了一整年之后，我们大概确定说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信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简单来讲，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有培力到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能够去做一些本来以为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又或者是说我们去做一些方式让公务员的流程更轻松，让大家发现说，哎，我公开我的工作方式，我就不用一直接40通电话了，我就可以一次公开回应，我就可以多一些时间。简单来讲，就让大家早一点下班嘛。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让大家早一点下班，跟就是让民间社会能够多做一些以前只有政府做的事，因此公务员又可以更早一点下班哈的这样子的情况是我们乐见的。但如果我们在中间推动的任何事情看起来像是会破坏政府跟民间的互信，那我们就不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 theory of change， 就是我们的改变理论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完全是资源结合，那我们不会去特别去叫任何一个公务员做任何一件事，但是任何公务员不管他的 level 是就是常任文官是约聘是什么，他只要看到一个创新的方法，让某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知道需要我们帮忙，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帮他吸收风险，然后我们就帮他找到政治意志。那如果最后做失败了，那他都可以说是唐凤的问题。那如果做成功了，那 credit 一定是给他。所以是在这样子一个 theory of change 底下去做大家可能在外面比较会看到的一些绿色的一些实际的这些 artifact。 那但是我想就是说有一个共同价值，这个还是非常重要。那这里可贵的就是说这些都不是我写出来的，这些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工作里面，透过刚刚那种公开的看板、公开的聊天室，慢慢一点一滴去累积出我们重视的价值。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出一个排序。那我从头到尾只是做一个 facilitator， 就是一个引导师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有安全的空间去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在这里，像 Slido 这种匿名的，你又不能回应别人的空间，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意，因为你不能够回应别人，所以你就不会浪费时间跟别人吵架。但是因为是匿名的关系，所以说大家又可以畅所欲言。那因为你都只能按赞，不能按不赞，你不能按别的表情符号，所以大家的那个团体动力会变得比较趋于正能量。这些一切都是设计过的哈，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让大家慢慢变成一个就是比较互相照顾的这样一个团队。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好，那具体的个案我们就碰到具体个案的时候再来讲。有1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两天然售票系统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号表演艺术电商平台商业号，面临数位转型的浪潮，众多竞品，是否会有实际的发展的建议？认为电商能够如何帮助这一个辛苦的产业？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对我就是虽然就是界面不是非常好用，但是我也有用过两天然售票系统。对，那就是我没有在手机上用过，就是还是要开电脑来用。对，那我是觉得是这样了，就是说，众多竞品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就是当你的竞品越多的时候，你能够抄的东西就越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而且各位事实上是有一群死忠的这个拥护者，所以其实你也不会有就是好比方说在别的电商领域碰到别人这个免运费，然后你就忽然间就很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想就是说数位转型，其实我们的最基本的想法，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图，就是 constituent value 哈，那个图不见了，等一下啊，好，在这里，对，还是 constituent value。那这里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开放政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策略性质的，或者说战术性质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好像你这边做到100分。就满足的事情。虽然台湾因为非常会考试，所以这个也考到100分，所以国际已经连续2年排名第一了哈。对，但是就是说这个是表示就是有点像什么，就是你去考驾照，然后你笔试一定要考100分，但是不表示说你开车比开就是考98分的人这个厉害，只是表示说你很重视考试哈，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的 Open Data 所谓世界排名第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政府的基本的资料，就是水电啊、地基图啊，所有这些资料，它基本上都是用开放的授权。那什么叫开放授权呢？就是别人都可以拿去，然后去做别的运用，可以去混搭去做运用，他不需要事先问过你。那这个就跟一般的公开资讯不太一样。一般的公开资讯，大家出版品啊，什么政府资讯公开，这个大家都有做。那在做了之后，对方大概就是只能原样的去使用。那最好比方他上课的时候，你本来怎么印，他大概就怎么印。那当然呢，就是大家所谓开放授权，第一个心理的障碍，往往都是说，那如果别人拿去这个赚大钱啊，怎么样啊，怎么办？这样子，但是要往回过头来想，就是说，那他赚到钱，他也有缴税，所以事实上，对，就是对于这个促进经济也不无帮助。那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只有透过开放，他才能更靠近使用者。那靠近使用者，其实除了使用者自己组织起来之外，其实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凭空去想。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从这种就是比较是公开资讯的这种法尊，就是表示我们没有弊案，我们没有瞒着大家。我们透过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就是透过让别人能够去做任意的运用，然后来 deliver 什么呢？来 deliver constituent value。那这件事情，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那是我入阁前的一个例子，但这边可能有朋友有用过哈，它是一个中文周期方方图啊、陶吉吉啊什么这些字，它都上面都没有嘛，那所以这个罕用字就只能用图片显示，这些都还好，但是。像三个龙那个字就是一团，你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那而且重点是说他也不支援手机，所以你如果去看原始码，他会说本系统需要使用 IE 或者 Netscape 4.7以上浏览器哈。后面这个以上没有意义，因为4.7以后没有出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充满了这个时代的感觉。然后呢，最厉害的就是说，因为当年的浏览器它在连线之后它不会断线，那然后它没有办法自动的在同一个连线里面去传很多
资料，所以他会一直开新的连线。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而这是1996年的一个问题，97年就解决了。但是因为当这件事个系统96年做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就是说你如果30分钟不去动，还是15分钟不去动的话，他就会跳出一个视窗说，可能离上次操作太久，您将被导引至首页，请重新查询。那但是这个东西莫名其妙就变成后面的这个成语点什么点，都按照这个东西因循的这样子的去开到他的 RFP 里面，所以就变成是说明明浏览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但是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性的，就是大家这个好比方说像成语点这个你闲置超过30分钟，他就把你登出，那这个很厉害，因为他没有登入功能，但是还是可以把你登出，所以就是充满了这个各种莫名其妙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当时为什么在2013年初的时候要去就是用砍站，就是自己下载资料方式去做开放资料，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当时是零颗星，是一颗星也没有的，就是它既没有开放授权，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些版权所有翻译比较，那它的也没有任何结构性，就是一个网页，那上面还有很多图片哈，那然后它也没有通用的格式，它当然更没有指定的网址，也没有交互的链接。那所以我这边花个2分钟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从一个什么都没有这个开始，那你要怎么做？好比像说你要把这些图片，我们当时是透过群众外包的力量去把所有这些，好了，我一个都念不出来，反正这些字都这个如果有念出一两个，就是你就表示国文造诣非常的高，但是就是说这些字本来都是图的嘛，我们把它变成字，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个很粗略的公式，就是说啊，我们就是要一个好用的字典，那大家就各自去写各自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开始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手机版的词典，然后去做一个手机版的词典，我们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不同的发展跑出来。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我们要做开放资料，所以说当资料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当然一下子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气。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就抛弃我们的著作权，所以我们主张我们是合理使用。那这件事情后来教育部也非常从善如流，所以现在我们运用的来源大概都是就是用创用 CC 的这种方式授权。所以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现在是要靠 SI 或者靠委外或者靠其他我们认识的一些厂商或者朋友们来去做这样子一种价值开发的话，那么大家的想象力永远都是以你本来已经认识多少使用者为这个界限。那你即使想要把大家都邀到同一个房间里面来讨论组成一个什么委员会，你就会碰到人脑的一个极限，因为每一个新加入的人都要先知道本来的人的脉络是什么。所以大概到人类学家好像是说到150人的时候，人脑就会超载，好，那超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常常不到150人，大概到10几20个人的时候，房间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一群有发言权的跟大家就是没有发言权就做事就好的人。那这并不是因为就是很黑箱或者很官僚或者很科层，而是因为就是人脑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极限。所以我们如果一定要求取一个很精细的公式然后再往前开发的话，即使那个方向再正确，你就是会碰到这个人脑的极限，然后就会变成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了解完整的脉络。那这个就是一个在当时香港战中的时候，他们这个具体而为的说，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战中的派别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因为他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大会的决议，在战中以前香港的一些民运大概都要做到大会决策，所以就会输的那边就会觉得被收割了，那然后他就会切割，然后就是虽然这个社运这个收割切割都是常见的，但是就会变成说大家力量没有办法集结。但是在战中那个时候，他们就专门画了这样一张图，就是因为就是大会派的可能因为就是战中前夕被逮捕了，那所以在那个街上就是碰到就是雨伞运动的那些人，他们在每一个占领区其实彼此之间是只有横向的连接而没有纵向的指挥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反而很意外的，就是说每个地方他都可以实验出一种不同的方法。那好比像说他们碰到有黑道来，然后就有人架了一个什么这个关公像，然后让这个黑道不愿意过来。那但是呢在别的不同的地方透过直播跟透过线上这种横向连接看到了，他们也架了一个是个圣母玛利亚像。然后这个我们在资讯科学上叫做 AB testing，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说你架哪一尊神比较有用。那后来发现关公比较有用，因为警察也怕关公，但警察没有那么怕圣母玛利亚。所以就是说当你有各种各样实验的可能，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又保持彼此的连接，然后就是经常把它加聚起来分享这个最好的 best practice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一些好的概念就会慢慢合并起来，那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概念没有关系，他们也有创作的自由。所以我想
就是我在这边先这个稍微这份简报大概先讲到这里，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当你有一个具体的可以连接的对象，好比像说一个网址，那像我们在萌点里面每一个词都是一个网址，你要看斜线资料，那就是资料这个字的定义。那每一个，然后又很有梗，因为这些可以彼此连接，所以当你到萌点台湾斜线开放资料工作坊，它并不是词典里面的一个词，但它会帮你断成这三个词，然后分别去解释。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在脸书或其他地方你贴这个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漂亮的一张图，而且你还可以选它的字体。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帮小编省了很多力气，因为小编这个就是发文不能不附图，可是附图的话又会被骂盗图。那如果不是盗图的话，你就只能用线上的图库，线上图库不一定能够呼应你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很多小编，他就直接用萌点配上正确的字体，就达到了这个发文要附图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因为这样，他就很快的 go viral， 因为他你按了之后就会回到这里，回到这边又可以选字型，会选字型，他又可以让你用某种方式分享过去。所以我们一下就有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使用者。那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 call to action 的时候。这边特别是在讲电商，就是当你的中心的使用者来的时候，你应该要找一些东西让他们是 actionable connected又 extensible， 就是简单来讲 ，actionable 就是说我五分钟不到，我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的任务啊，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如果有玩过开心系列的游戏，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快速获得满足感的某种东西。那好比像说，像我们在萌点就有发起过一个让大家一起来校对出所有词条里面的错字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它就是看萌点里面的两个字，它的词条里面引用了同一个书证，像这边是张景琦，他当时这个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写了一个楼船望断词哈，那但是呢，在两个不同的词条鸣笛跟标轮里面，它分别引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说脱险真奇绝，一个说脱脸真奇绝。那但是在看的时候，大概这个我们就看过去了，但电脑可以找到说，哎，这两个不一样，应该是有一个是错字，但电脑不知道哪一个是错字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call to action， 就是让所有看萌点的这么多几千万人次里面，可能即使只有1%来，但是他还是可以贡献一些东西，他只要贡献一砖一瓦，他就会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去查这个书证，并且还可以留言。所以像有人留言说，脱脸是很奇绝，可惜洋人拍过这部片已经没有新意，就是 face off。 那对，那好，那就是说这个就变得很好笑，那变得很好笑，就连错字都有一个可以分享的网址，所以你就可以到 PTT 的文学版啊，到哪里啊，就看到别人在分享这个网址。所以这就是 ACE 里面第二个叫做 connected， 就是说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他会把他自己有做这件事情，他乐于分享。为什么？因为他会在他同侪里面获得这个社会酬赏，就是这个 social reward， 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很有梗的人，在这个例子里面，或者很厉害的人，或者很关心公益的人，随便啦，总之就是他会在他的同侪里面因为分享这件事情而获得一个 social reward。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后面这个，就是 extensibl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拿这样子一个概念，他再去发挥，然后再去做新的创作。那好比像说阿美语的朋友们就直接拿了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去把这个阿美语的一本纸本的字典，然后也是 call to action， 让每个人去打里面的英文跟中文字，就把以前传教士的字典都整个数位化等等。就是说这个 extensible 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是 owner， 就是任何人他我们这套架构做出来之后，他可以塞各种不同题目进去，那他塞进去之后，这个就变成他自己的。然后呢，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就有人赶快 CC 张正月啊之类啊，总之就是我想阿美组的朋友很多，那而且就是说即使你不懂阿美语嘛，你也可以有所贡献，所以同样的你就变成一个热心公益促进族群这个多元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一个朋友。所以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它是短期可做，做的时候让你有一个 social reward， 而且你还可以把它拿去做别的应用。那这三个只要满足了的话，那你就会有一群这个死忠的这个支持者，它会变成自动帮你 recruit 人。那这个我想这是目前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梗的话，那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自己想。那但是 internal innovation 基本上不可能比得上 external innovation， 所以你要如何做出更多的梗，让别人愿意帮你去 spread 这样子的东西，这就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不一定是只是用来赚钱啦，那它也可以用来做公益，像冰桶挑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也可以用来做社会运动，像 Me To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
有1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请问对于智慧场馆的定义，以外界眼光认为两厅院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称为智慧化，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如果是从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智慧政府的 Gartner 2015年的模型的话，我们的 DigiPlus 大概都是在用这个。那要能够称为智慧其实是非常后面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东西，大规模的场域，甚至也没有一个大型的国家或者非常大型的城市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做到这个智慧化。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从 data centric 那到这个 fully digital， 我们这边最基本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透过每一个 department 来让所有你看得到的实体的东西都有一个数位的原生，叫做 digital twin，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 digital twin 的意思就是从最基本大家一定想得到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数位典藏啊，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 3D 建模一下啊，它当然就变成一个 digital twin。 但这个不是只是产品的，还包含服务的，就是所有你能够临柜的面对面的或者是透过纸本能够做得到的服务，你能够存取到的服务，你同时都有一个 digital twin。 那它一开始可以很简单，就好比像说1999，那你打电话去，然后那个就是 operator 帮你找一些资讯啊等等，那这个过程你把它录音录下来，甚至你把这个录音能够做一个语音辨识或怎么样，就是当你有一个实体的服务发生的时候，你这边留下它的数位的一个轨迹，那之后再透过好比像说机器学习或之类的方式，试着能够让这些经验老道的这些朋友的这个 domain knowledge 能够更多的在里面，就是比较冗的部分啦，就是任何人来做结果都一样的部分能够让机器做。那随着机器这边越来越 take over， 那人就花越来越多时间在只有人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需要去跟人进行沟通，需要运用自己的生命经验的各种事情。所以这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它最基本的想法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以及每一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东西，不管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或者是我们的 partner 产生的，所有这些东西它都自动的变成资料。那在以前，在我们一开始 data centric 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些资料还要人去 curate， 就是我要一笔资料，我从资料库调一笔资料怎么样。那但是在 fully digital 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它的描述档放在这边，那里面就算是有一些个人资料，一些隐私的资料，我们也可以运用叫做合成资料的方法。合成资料就是在里面放一些就是王小明啊等等的，如果您刚好叫王小明不好意思，但是就是说放一些这个看起来就是乱数就是合成的资料，然后把这个合成资料公布出来。那合成资料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让外界知道资料的形状是什么，它有哪些栏位，它栏位之间有什么互相的关联，但是你不需要去泄露任何人的隐私，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乱数，都是假。省一小时的时间，你们这边大概就有人要花一小时的时间，就是这是一个类似消耗站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当然 你也可以说这一小时花得很值得，因为下一个人他就不用再浪费一小时，这样想是对的。但是就是说摊提下来各位还是要加班，那要加班的东西就走不远。所以我们现在 在推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与其说这个用一个好像客制化的这样的方法来做，不如就是说你们手上有什么 那就直接公布嘛。那在那个公布里面任何有各自的部分，那不只是所谓的去识别化，因为去识别那个美国的一个用词，大概就是把人名或身份证资料拿掉而已。但是其实去识别化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它还是可以间接识别出来。所以我现在的主要的推荐或主张了，我们在总统杯黑客松的做法，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假资料，就是都是乱数。好，那这样子外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位手上有什么形状的资料，但是完全不会侵害到任何人的隐私。那这个时候呢，外面的朋友们拿去了之后，他就可以说，哎，那我要问这些资料一些问题，他可以问一些统计的问题嘛。那统计当然按照定义就是不侵犯个人隐私，所以好比方说你问这个台北市有多少人，还没有侵犯到任何一个人的隐私。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像我们在总统杯黑客松里面有一个题目是法福基金会做的，他要问的是说他的各个分会的这个据点，他离需要帮助的好比像说弱势的老人需要法律帮助的多远。那他们以前觉得说他们布在全台北的各个点，双北的各个点都已经离大家一样近了，应该做得好棒棒。但是那个呢是所谓的这个毕达哥拉斯距离，就是你在地图上面拿一个尺量的那个距离。那但是当他们实际套就是大家运用大众运输的捷运或者是其他的公车
车的那样子的运量的资讯去算的时候，就发现地图上有非常多的黑洞，因为看起来是这个距离一样的东西，它要转三次车才能够转得到，所以他们的服务事实上是有黑洞的。但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问统计资料的时候，是实际有需求的那一个人，好比像说照顾弱势老人的朋友们，他就会反映说，哎，看起来这两个据点离我都很近，但是其实我走路也要走20-30分钟，我转车要走40分钟，所以事实上没有服务到我。那像这样子的需求提出的时候，那这个需求者就会想象出一种新的统计方法，那他就可以去问这个资料说，哎，我现在想用一种新的方法去问，那你可不可以回答我？那在这个时候，拥有资料的人就是各位啦。那资料还是在各位手上，你的资料并没有去拿去别的地方做处理，你也没有给别人被利用，你只是用一种新的统计方法来跑这个资料。那甚至如果你是想要以招公信的话，你甚至可以要求他把这个统计方法先公布出来，或者先开放源码出来，先类似像用白帽黑客那种方法，就是请人来打嘛，来看一下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泄露隐私。那如果他真的是统计方法也没有泄露隐私的话，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他是完全 outsourced， 就是说这样子的新的统计方法运用方法完全是有需求的那一方来写，而不是你们来写。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浪费掉你们任何的时间，但是外面都还是会觉得说，哎，这个非常的有帮助。那所以到这一波的时候，你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边的 KPI 就叫 decrease of service， 就是说你们需要应邀所提供的服务，的就是负数后面的数字越大越好，就是说这个 KPI 就是负的，理论上这个叫做个损之又损，乃至于无极，就是说你那就是最好这个 service 小一点少一点。那大部分的东西都可以透过开放资料跟开放 API 让民间自己去混搭。那走到这个程度，那你们就不需要花额外的人去 maintain specific service，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目前在不管在台湾也好，全世界也好，目前能够做到仍然属于少数，我们绝大部分现在都还在做 data driven service， 试着去征询 constituent 的想法，然后透过各种 multi channel 去找到大家对我们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想法。我们目前还在这一步了，所以我们并不会觉得说一下子就要到达智慧场馆、智慧政府的这个情况，但是至少大家可以好像北极星一样挂在那边，就所谓规范性理念，就是可能到不了，但是相信了对大家都比较好，对，这样子一种东西。对，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回答了，大概是这样。OK， 有2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哎，智慧化之后想必可以带来更大的营收，大家就可以加薪了。即使不能加薪，加一点奖金嘛？那是不是有这个因为智慧化所以加薪的案例可以分享？哈，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其实有很多例子可以分享，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些例子都是让大家早一点下班，实际上都不是加薪哈。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在公部门服务，这个薪水是固定的。那但是当然各位是算是半民间机构了，但是所以就是省下来的时间，我想从很多角度来看，它也可以用来当做就是 value creation 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省下来的时间，其实不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你做的是很冗的事情，那你就算省了一些时间，那你最后多出来的一些个人的时间，你还是卡在那个很冗的感觉里面。但是如果现在是机器把这些很冗的事情做掉，然后你剩下来都是你需要去做价值判断的事情，你需要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贴便利贴，然后去找到这个自己的价值啊，自己在组织里面的价值啊，就是如果你的整天都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额外的时间其实就是拿来 brainstorm， 那就是像在一些比较大的机构，像 Google 啊或其他的机构，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 20% time off 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一个礼拜里面可能就有一天，这一天你就是来想这个可能不成熟、可能实验性、可能怎么样的这件事情。那但是这件事情呢，你就是会在 demo day 或者是在一个分享麦克风一个时段跟大家分享。那如果真的几个人纠团发现，哎，这真的是一件好事，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做。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都是省时间的，都不是省钱的哈。对，那但是就是我想时间比金钱还要难赚，时间其实是没有办法赚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时间比较珍贵了。但是 OK， 所以我这边要举的一个例子是总统杯黑客松。那这边有朋友有听过这个活动吗？有一些，对，好，那大概1/3有点头。那所以我就讲的比较快，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很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各界用3个月的时间去把这个当时小英这个竞选的时候特别
关心的这几件事情，然后但是呢，这个可能公务体系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这个地方，那让各界都来提案。那这个各界就真的是各界，好比说天下杂志就提了一个案说，他们想要知道综合流域治理的治水的这个成效，他们想要知道说这个每个地方的什么点位施工了多久，花了多少钱，然后以及跟水灾、跟人口、跟台风路径的这个关系，他们才知道治水有没有花在刀口上，那这样才不会出现双方各执一词，你也不知道哪个讲的对，然后谁的名字还要刻在哪里的那样子一种很奇怪一种状况哈。那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就是公信力的一个资料。那像这个情况是他有一个 social need， 可他没有资料，他透过这个来要资料。反过来讲，像台湾自来水公司，他们就是手上满满的资料，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分析，他们是手上拿着资料去找人分析。他们有什么资料呢？就是水压跟这个流量的这个资料。他们目前是有一整队，大概都是有30几年以上经验的一个老师傅，他们带着就是很像外科医生的那种听诊器，然后巡回全台湾，然后去听那个漏水的声音。那所以在某个情况下，他们就可以找到说啊，这个分管有漏水，这个什么样有漏水，因为他们现在漏掉15%的水，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很依赖这个老师傅。可是如果这群老师傅要全部听完，好像要1年半还是2年的时间，而且新的漏水又会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全靠人力嘛。那但是其实他的这些 domain knowledge， 你可以是让他带一些学徒，那这些学徒刚好是程式码做的，就是机器学习。那你透过机器的学习方法，按照他们的想法，理论上你就可以学到他的70-80%。那所以他们就是来找民间会人工智慧的人来帮他们分析这些资料，那所以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不管是有资料然后找人，还是有这个社会的需求然后找资料，总之我们的做法就是让大家把自己的提案提出来，然后呢就有100多对的提案。那提案之后呢，我们就挑出20个看起来蛮可行的，然后在这20个里面呢去互相媒合。那媒合的时候呢，就让剩下80个没有中选的提案的队员都跑来做这20对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做出一些 proof of concept， 就是做出一些实验证明。然后最后选了5个卓越团队。那这5个卓越团队呢，这个的特色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是真的是没有钱，我刚刚已经讲是没有钱的哈，就是说这5对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7座的这个奖杯，然后还有投影功能会把大家的名字跟总统合照打出来哈，可是还是没有钱的。所以就是说，就是即使你是总统认证的这个前5对，每年5对卓越团队，你还是没有钱。那但是你换到的是什么？换到的是说政治意志，就是说等于总统府自己来当你的 PM， 那理论上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有什么资料调不到，就不应该有什么法规协调不起来，而且这些东西因为它有可行性，所以它最具体的报偿就是它会变成我们下一个年度预算编的时候，它会变成公务体系的一部分。那这个我想是很多人他提案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案子虽然号称是民间社团提的，可看起来就很像某个科长他在这个抽屉里面放了3-4年的案子，那但是因为这位科长这3-4年就可能一直争取不到预算，可能他老板听不懂，可能跨部门沟通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啦，总之他就找民间社团来提案，然后总统府来函，他就配合办理这样。那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帮他吸收掉风险嘛，我跟总统府帮他吸收掉风险，但是他又能够获得 credit。 那但虽然没有钱，但是这可以造成他在明年这个他在公务工作的时候，他每天就可以早1个小时下班，那这个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像自来水公司的那个人工智慧的案子，我们现在甚至是就出国比赛了，他们现在就派到纽西兰去，因为纽西兰最近才刚有缺水的问题，他们以前没有的，所以本来是漏水是无所谓，但是现在漏水忽然变得有所谓，所以他们现在就去纽西兰，那等于是也是外交工作，他们愿意交给我们他们的水的资料，然后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开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这里这个智慧化的重点不是说好像人工智慧什么都做掉，也不是说好像群众智慧什么都做掉，你实际开这个案子的那位科长，他还是要有这个判断的这个能力，他还要判断说哪些部分适合群众智慧来做，哪些部分群众智慧收集过来的东西适合用来训练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如果看起来这个走歪了，那他这边要能够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校正它。所以这些老师傅还是不可或缺的，并不是说这些老师傅就失业了，但是这些老师傅的工作可能就是推到第二线去，去让他的这些机器学徒去调教这些机器学徒，然后真的在他判断有问题的时候出来，然后用他的 domain knowledge 来让这个东西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群众跟人工这两种智慧的协作，但是还是要靠老经验的师傅来去
掌舵了，来去掌这个方向。所以我想最大的这个收获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对所有人来讲，就第一个大家都喘了一口气，因为就是年轻的学徒要跟老师傅去学十年，这真的是不是很 work 哈、啊。就是现在虽然我们虽然技职体系复兴，但是就是这个工作真的不是很多人想要做。但第二件事情是说，这样子累积出来的东西，不只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解决国际的社会问题、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讲到发奖金，但是至少我觉得有省到时间，然后有多出一些时间做创作，大概是也是有帮助吧，哈。有十六位朋友们说，科技使人便利，所以行政机关数位化可以使工作成员工作上面便利，流程顺畅，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但是数位化之后，例如电子取票、自动验票、APP 自动导引，因此减少了服务的人力，使得被服务的人员无法感受到场馆的温度，也就是所谓的上引号人情味下引号。请问像这样的数位化是否是值得的？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很多我们在做政府数位服务的人来讲，其实所谓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应该快颁布了，那草案网络上有，叫做政府数位服务准则，就是 GDSP。 那 GDSP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这一两年来在政府里面用一些比较创新的方法做的一些案子，那大概一大半都是失败的啦，是失败的我们也写了一些 postmortem， 但有少数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来归纳说这个少数做得还不错的这些东西，然后找到一些准则。那这也不止我们在中央政府，包含地方政府啊，很多业界的朋友啊，也都有提供我们很多想法。所以这个想法，这个准则，它当然未来会逐步的去落实，所谓落实就是放到采购啊、管考啊、服务奖啊这些里面去，但是还没有那么快。现在它就是一个参考性的准则，跟一些 自我检证的一些指标，就是它提醒你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目前的强度大概到这里而已，但是未来四五年会越来越强，这个我先讲在前面。好 ，Anyway， 总之呢，它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人情味，就是说你要定义好谁是服务的使用者，持续进行服务者研究，然后呢，了解要如何融入使用者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数位技术它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服务，而不是说我们社会是要为了某些数位技术服务。那当然很多 top down 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城市或所谓的什么东西的案子，它其实也有服务啊，但是它服务的是可能政务官的需求啊，或者是它服务这个目前看起来很潮的投资人的需求啊等等，它有服务到使用者，但是因为它一开始盘点的使用者是少数一群人，所以他就常常牺牲掉就是比较数位弱势或者他没有办法发声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盘点。那像我如果没有记错，明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叫做协作会议，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会议的标的是健保卡他如果要换发这个新的版本的话，那能不能够透过感应或甚至是直接行动载具化把它跑到手机里面。那我们透过一开始的民调，我们知道大概有20%的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简单来讲，我们不会废除掉晶片卡，因为我们知道80%的人还是觉得那有那张卡很好。那这就像你有一张信用卡，也许你会想要用一下行动支付一样。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他可以 opt in， 就是说他可以选择来用一下行动化的健保卡的话，也许他会有一些新的想象。那这些新的想象是什么？以及这些新的想象如何让所有人都能够省到力气？以及他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希望 ？Hopes and fears， 这些我们就是做一个盘点的会议。那在这个盘点的会议里面，我们邀的人就是健保卡的两端使用的人，而使用的人又分成你没有手机的，没有智慧手机的，你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你需要照顾是长照的，你是这个一次性的，什么 各种各样不同的，住在偏乡住在城市的。那同样另外一边就是小诊所啊、大医院，然后行动巡回加医，各种各样子，还包含这个其他政府部门，像你用这个健保卡也可以下载这个报税资料嘛，所以就是串接的那样子的使用者也会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把健保卡服务的两边的人尽可能让他的多元性是最大的。我们这里都不是代表性，所以邀的都不是什么理事长，事实上也没有人是这个好比像说这个所有住在偏乡没有用智慧手机的人的协会的理事长，大概也不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只是说你有第一手经验就可以了，你的经验是在场其他人都没有的，这样就可以了。那所以我们就是去把这种有不同第一手经验的人聚集起来，然后实际了解到他们的需求。那在这边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
我们即使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是使用者，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使用者，因为他们就是 要发卡嘛，要换卡嘛，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他同样也不能被排除在我们一开始的这个 input 之外。那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综览，就会大家看到一大堆便利贴。那看到便利贴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找到说，哎，在这个合作机制里面有一个有适当技能的一个管理者，他能够来帮所有人吸收风险，因为这个在跨领域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最需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因为每个领域在其他领域都是新手，所以其实那个脉络啊，就是会变成是说，你在讨论一个侧面的时候，就是一群人特别懂，那另外一个侧面的时候，就另外一群人特别懂。那你如何要让他们有同理心，就是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 hold 住这样子一个协作的一个场域，他确保说任何人听不懂的时候，可能他一开始也听不懂，但是他愿意去搞懂，然后这样子就是一种所谓引导式的这样一种领导。所以这种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是 GDSP 里面最重要的部分。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说，要确保说你还是要用实体的到能够数位的，数位的各种不同面向中间能够自由的去转换。其他还有很多准则，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但是我想主要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做 GDSP 的时候，我们后面的那个 philosophy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我们是先具体了解使用者的需求，我们甚至透过一些技术，我们可以更有效的了解使用者的需求，但是这些都不是谁来代表使用者讲，我们是碰到真正的使用者，然后听他们讲，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慢慢把大家现在碰到的一些困难找到之后，我们的技术是对大家的感受都变好的，那个才是好的技术，而不是说好像只对某些人的感受好，但其他人就被牺牲掉。其实大家一开始也不一定是故意去牺牲这些人，只是说我们如果平常是请工协会啊，或者请一些所谓有代表的大佬来，那他们都很忙嘛，所以来了可能讲了3到5分钟他们就走了，也没有时间听别人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比较会容易是单点式的，而不是能够凝聚式的这样一种共识形成，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开放政府的概念里面如何判断哪些资料应该开放，开放是否真的有用，两厅院30年累积了许多资料，但是开放可能会带来更多外界的疑问，来造成第一线人员的负担，应该要怎么解决，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回到 PDIS 一开始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value 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信，所以我们做任何开放政府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为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了。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要问大家有什么疑虑或者有什么建议的时候，如果大家手上没有资料的话，那大家就会脑补，那脑补就是他看媒体上面或者他看社群媒体上面关于你的一些捕风捉影，那但是因为你这边并没有很什么很具体的资料出去，所以说呢大家就会脑补，那脑补虽然是最补了，脑补大补，但是补的大概都是错的哈，就是说补的都是投射，就是他10年前20年前的印象其实明明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他就是脑补，就补在这边。可这是他的错吗？不是他的错啊，因为你没有 update 他到最新的资料来嘛。所以就是说开放资料他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说好比像说产业价值啊或什么，那个都很好用，都非常棒，但最一开始是为了要取得信任，就是说我让大家知道说目前做到什么情况。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因为这个造成第一线人员负担是我们在 Join 平台哈有一个功能叫做来监督。那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其实是 G0V0 是政府的，就是2012年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那当时的总预算视觉化里面，每一笔的预算的分项底下都可以让大家讨论，但是呢，大家就是自己讨论，然后就是充满了脑补，因为政府的人员不会上来回嘛。那但是呢，对，就是这个有越讨论越这个越生气，但是最后发现说其实是看错了，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这样子的东西把它放在众议平台上，我们是所有部会包含自行管考的计划全部都放在上面，不只是院管考。那所以一共1397个计划。那所有的这些计划呢，它在上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给就是管考处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在这边看得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都就是最前面的大概30几则、20几则，大概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讨论。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讨论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公开这些计划，然后让大家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最怕的就是说我是不是又多一个人来管考我，就是说那我是不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哈？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实际去看就是上面的留言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是非常的就事论事的。那我这边只举一个例子哈，这是金门大桥建设计划。那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面有看到金门大桥一些事情。那但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它是按照就是它是月报嘛，那每个月就会更新这边，所以就包含它的年累积的执行进度跟年累积的这个预算执行率哈，都会跑在上面。那当然，如果各位有学过会计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累计预算执行率不应该往下掉的，它的名字就叫累计，它应该是每一个月都只会往上，不会往下。那所以呢，这个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当然大家就有疑问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位房客来这边提问。那当然，虽然他的拼字不是很规范，但是就是，对，就是可能就是输入法的问题之类的，不，当然也可能是故意的。但是我想他的意图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觉得说，哎，这怎么有这样的状况？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金门大桥的这个承办呢，就是说，哦，因为我们找了厂商，那厂商进度严重落后，我们跟他终止契约，我们又找了一个厂商，本来厂商把钱还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就产生这个情况。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我刚入阁没有多久的时候就上去的，因为它是院管考的一个计划，我们当时挑了这些大计划，挑了大概60个上去。为什么当时是上60个，而不是上1300个？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各个不同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都异口同声的抗议。那有些是具名的，有些当时因为我才上任没有多久，对我不是很信任，所以都是 Slido 上匿名抗议。匿名抗议说，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管考的这个困难哈。那行政院要做的话，院本部自己做，他们这个殊不配合。所以因为那样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就只把院本部自己看的60几个计划上去。那可是呢，经过了一年，大家就发现说，哎，真的上面来的人都非常这个彬彬有礼，非常的文明哈。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打电话问而已，那打电话其实你就已经会有火气了。那可是在上面留言，你至少上面看起来很清楚嘛，至少一些脉络都很清楚，所以第一个就不会那么就是有情绪。那第二个是说，他发现哎，承办人真的会回。那这个时候呢，就符合 ACE 里面那个 C 的那个标准，就是你每次拿到这个回应的时候，那个网址你就会去分享，就会贴说，哎，真的有回耶，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对公民社会来讲，他就可以绕着这个网址去进行讨论。那在这个时候，从承办的角度来看，他之后接到的电话，首先通数真的变少，以及第二个，他接到电话都是已经 Google 看过他前面的这个讨论之后再来问的。所以他再来问了之后呢，他如果觉得，哎，这个也值得让大家知道，他甚至我知道有承办就还自问自答，就他就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上去那边就问一个常见的问题，他当然把他本来打电话那个人的个子都去掉啊，但是问一个常见的问题，然后他要自己这个很认真的来回答。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就等于就是自己的时间自己救嘛，就是他就建立了一个 FAQ， 建立一个常见问题集，他就让以后 Google 都很容易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公务们是充满这种很有创意的承办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年之后，那各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都观察到说，哎，真的没有来乱的，那真的摊提下来是有省时间。所以最后他们就松口了，那就在今年就是第二季开始，我们就把所有自行管好计划都上去。那目前看起来是相当好，相当有成效。所以我这边想要讲的是说，第一个是说不去硬性推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挑一个小规模的，那如果爆炸如果失败了，它的风险是可以吸收的这个情况去试。那试的时候呢，当然你要买一些安装啊，去安赞啊，去说好棒棒啊。但是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个试点，然后你真的没有造成什么不利益，尤其它没有造成大家加班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哦，这样子你只要把它这个约束得当，它是不会造成大家加班的。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外界有疑问，大家就会用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方式去处理，因为毕竟迟早是有人要问的。那问了你好好的公开的回答，总比你就是讲了一大堆，但记者就抄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大家又脑补要来得好嘛。无论如何，平台控制在自己手上，绝对是比让别人随便写要来得好。所以像这种第一时间的这个回应大家的疑问，那未来其实这些疑问只要被回应了，这些人就变成你的朋友。那之后碰到谣言或碰到什么东西，他就会帮你去澄清。所以我想一开始的那个 pipeline， 就是那个回应架构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很同意说，当你们内部还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默契的时候，可能就是挑一小部分先开放，然后先测测水温，先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那如果大家反应不错的话，再逐步的去扩大。有20位朋友问了一个非常这个接地气的问题，我们
ERP 的核销软体的程序非常的复杂，但是不得不照着程序做，跟报税软体一样麻烦，是不是有什么 ERP 的厂商可以参考哈？那这个我们要不要私讯联络？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推荐特定厂商，但是就是说我想与其就是说，第一个，既然都22人按赞了，表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就是你不是孤单的，大家都有这个充分的这种感受嘛。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说，像我们在报税软体案的时候，既然你提到报税软体案，像我们在报税软体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从这个人来，就是提案，然后到我们邀大家把各个不同简单来讲，就是吵得最凶的朋友，不是有糖吃，我们就邀到厨房来哈，就一起做糖吃哈，然后一起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框定。那框定之后呢，我们就办了工作坊。那这个应该是第4次工作坊。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的 SI， 就是你的厂商也邀进来，因为从厂商的角度来看，他如果来，然后他出一大堆主意，他是找自己麻烦，这个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就是说，我参加你们的工作坊，我加一大堆功能，那我回家还是要自己做，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对，所以就是说，从厂商的角度来看，你要说服他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要的是一个更好的使用者体验，那你可以告诉厂商说，我们接下来会专门针对使用者的体验开一个规划标，或甚至规划标之后开一个设计标。那规划跟设计标有一个采购法最近有一个松绑嘛，就是以前规划这种先期规划都只能10万元以下，你才能够免招标，然后就可能还找这个你认识的或者你信任的一个团队进来，然后去看一下。但是有能力做这种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者体验规划的10万块，大概就刚刚好够他3天的工作量，所以就说基本上是很困难。那但是因为大概2-3个月前已经松绑到100万了，所以其实在规划标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在实际进那个细部规划，就是出图之前，先去有一个规划，就是提供一个空间，然后让专业的引导师跟使用者、跟公务员，然后跟可怜的厂商一起去盘点，说大家目前到底卡在哪里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这个费用是相当省，你就是请专业的引导师就可以了。那这个有专门的一个学门啦，叫服务设计。那服务设计的前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服务设计跟产品设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对我来讲，产品设计基本上你设计出来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就是你把产品设计得很棒、很好卖，然后你再设计下一个产品线 follow up。但服务设计呢，它可能设计到最后呢，你的组织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少。就是说，他会发现这边是冗工，这边是重复的工作，这两个系统各自做了一样的事情，你应该留一个就好之类。所以在你盘点大家实际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些本来看起来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法令已经修改了，或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做过了，或者这边可以自动化或怎么样，你透过服务设计的方法，你可以盘点出这些东西就不用做了。那这个就是厂商来参加的 motivation，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还是可以收你一样的维护的钱，但他可以少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如果要他们要参加，你要拿这个动机来调他参加，就是说这边并不是加你工作量的，我们在盘点之后是少你的工作量，而且这个规划工作不一定是这个厂商来做，它可以是别人来做承担。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从厂商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到最后真的是省了力气，因为最后长的这个样子它是用一个叫做 HTML5， 就是 Web 的技术开发的。你不需要，因为以前这个厂商他要同时维护Android 的版本、iOS 的版本，然后平板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layout， 然后他还要去维护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Java 的版本等等。那但是我们现在就直接切成 Windows 版跟 Web 版，那这个就是要做一个 A/B 测试了，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说这个东西一定比 Web 版Web 版一定比 Windows 好用。不过今年报税下来，大家大概都觉得 Web 版比较好用，所以明年 Windows 应该也可以用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个小规模有限风险的测试的过程里面，厂商他加入的越早，他就自己的风险越低，而且可能的工作量会变少。那像官茂在这个例子里面，他是加入的稍微比较晚，他在提案的一开始并没有加入，那所以他一开始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我就说服他们说，其实你们可以省时间，说真的。那后来也发现他们真的少了很多 support 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想就是说，大部分现在做系统整合的厂商都能够理解到说，其实开发一个系统是
最少部分的这个工作了，绝大部分都是在维护，然后在开一些外挂，然后在这个应付莫名其妙的使用者。那但是如果使用者的需求一开始就被充分在系统里面反映的话，那他未来的维护的工作也会减少。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你还是要从使用者的盘点去出发。那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就欢迎私讯聊，这我们有一整套这个做法可以参考。有十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对于剧场的数位化以及智能场馆有什么想象。想象当然是很多了。那我在其实加入行政院之前，我本来就是在做就是所谓的 VR 教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嘛，所以我会好比像说之前让不同的大学把他们的教室透过 3D 建模，然后椅子放在哪里都建起来，然后呢我就带上 VR， 然后就是一个阴阳眼的一个概念，就是空的椅子忽然就冒出别的学校的人哈，就是说当我在演讲的时候，那同学也是一样，他戴上 VR 之后，他左右看就可以看到就不在他旁边的同学，但是跟他坐在一样的椅子上。对，那当然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用，因为尤其在这个教学的时候，我们通常透过 Slido 这种东西，它确实是可以一次收集到1000人、10000人，大家都可以很快的中包出一些意见，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一直讲。但是呢，大家之间中间的小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那而且小组讨论大家也知道是非常吃空间的，所以同样的这些这样子的人，那你如果要做小组讨论的话，你可能就要3倍大的一个空间。那在 VR 里面空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要每个人都有一个旋转椅，那我们也有试验过，就是说你带了进去，那即使是10万人，但我们没有测到10万人了，但是我们有认识一家厂商，他有测到10万人，那你带了进去之后，你就随机的被分到，当然你如果有朋友的话，他会优先把你跟朋友编组，但是你就随机的被编到一大堆五个人的小房间，所以你左右看就是5个人做成一圈，一个半圆，然后那讲者还是在台上讲，还是在台上表演，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分组讨论段落里面，你就可以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去进行集体的讨论。那讨论之后，你同时讨论出来的一些结论、一些想法，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数位的工具把它收到讲者或表演者的这个就是眼前，那所以他就可以一次跟几十万人对话的同时，这几十万人也在跟彼此对话。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参与式戏剧或参与式展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因为你硬体的限制的关系，每个人只能跟自己左边跟右边的人对话。但是你在虚拟实境里面，其实不受这个东西的影响。那所以，我想这部分因为就是入格了，所以研究工作没有做得非常深入。但是我想我们会不断创造类似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来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种实验的一种方法。有16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系统的运作和业务流程息息相关，如果业务部门决定的作业流程使得第三部门认为在系统上不好用的时候，这样子的冲突应该要如何来化解。其实就要看冲突的程度嘛，就是如果只是浪费他10分钟的时间，那我建议就是你请他们吃一个很好吃的茶点，然后大家气就消了。但是如果像报税软体是浪费大家4小时以上的时间，那这不是请客可以解决的，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只能邀他们进厨房，然后一起做菜。其实一句话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从很多第三部门的角度来看，其实提出要求，他们每一个要求单独来看，大概都很有合理性。但是我们就是在行政部门知道的，就是说，当你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它就自相矛盾。当如果你是去一个一个谈的话，那你就会陷入一个很不幸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我好像专门有一张简报来讲这个状态，不是永续发展目标这个你就会陷入这个状态。对，就是说，就是这个 NGO 啊，或第三部门啊，或你的使用者啊，那个现在自行组织的能力都非常非常强。绝对比我们强，只要一个 hashtag 对了，一个靠北什么什么东西开出来了，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开出来哈，一瞬间那个组织就涨到这个几千人、上万人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还是一个一个分别去谈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中间那一根绳子。就是说，本来绳子它可能有组织的力量，但是现在大家自行组织已经不需要我们组织的力量。本来组织绳子可能有仲裁的力量，可是现在两边的张力都已经大到说绳子都已经自顾不暇了，还管你什么仲裁的力量。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从这样子的一种大概10年前手机一出现就知道不太 work 的公共行政模型去转换到一种以空间为主的公共行政模型。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不再问前一个模型是可能上个世纪的公共治理模型，他问的大概就是说怎么样是
公平的，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才能够让人组织起来，怎么样有代表性？那这两个问题现在都已经很过时了。所以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说 ，OK， 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立场，但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有没有一些东西大家都觉得是像刚刚讲北极星那样的东西，就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些价值？那你这个中间可能你开一次会议就可以解决，你可能要用滚动式的检讨，你可能要很多小组，你可能要开全国文化会议，但是不管什么样子的方式，总之你想办法凝聚出一些共同的价值来。那有了共同价值之后，其实就比较好办，因为你有共同价值之后，接下来就是你问大家，好，那既然这是共同的价值，有没有人能够想出 solution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就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一开始当然不太可能想出对大家都非常满意的，所以你那个 level 可能要调到虽不满意但可接受，但这个共同价值是没有变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慢慢好像竞争一样，就是提出越来越可行越来越可行，对大家越来越好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一开始这个大家共同感受不确认，价值不确定的话，那当然就会有人开始跳起来说，啊，你这个偏心啊什么啊之类的。那但如果一开始那个价值收敛的东西有做得足够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即使是以这个全世界人口哈，大概都不会有人说这个有偏心的问题。那所以这里还是讲一下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收集共同价值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联合国之前做千禧年方案目标的时候，经常被批评说没有把 NGO 声音带进来。那每个国家是派国家的代表，如果国家很大，那被气候变迁淹水淹掉的人只有一小部分，那一小部分的声音就没有被凸显等等。那所以他们这次的做法就是真的是按照我刚刚讲的那个共同价值的收集方法，访问了好像上百万人，然后用major group， 就是每一个被不同的题目影响到的 NGO， 他的发言权是跟国家一样，甚至是排在国家前面的。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来搜集出这些大家的共同价值。那这些共同价值大概100多项目标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个，你都不会去牺牲掉另外一个。那所以这个等于是自我调和过的价值。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新的普世宗教。我去纽约的时候，他一定要发这个胸针给我。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帮忙传教。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特别有贡献的一个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让大家看到说大家在意的价值其实是可以在不牺牲其他价值的情况下去达到。那不管是哪一个 NGO 他做哪一个方面的工作，在这样子的就是指南针里面其实他就比较容易知道说，哎，那他跟别人可能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关系，他比较愿意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这个你就很棒啊，你就只是保持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嘛，你不要排除任何人参加。那来的时候呢，让他能够充分表示出他的想法跟感受，可是呢他也不可以走，他必须要留下来听懂别人的想法跟感受。那找到共同价值之后，然后就开始 brainstorm， 去找出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管是资讯系统、业务流程在找服务设计等等的部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你在一开始你要碰到最主要的使用者。那当然各位第一线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使用者，所以这是为什么要用 Slido 来做演讲，因为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OK， 好，这是等于是一个这个透明的一个展现。有1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透过资讯网络科技可以不分时差距离国界连接到每个使用者，而每个使用者也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面互动，天涯若比邻，人跟人之间资讯流动更加的快速。网络是自由的，但也因为自由让很多人不自由了，例如冒号被监控的感觉、网络留言、网络实名制、个人资料公开自由等等。像这样的情况下，政委对于以上举例的看法以及因应的方式如何？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回到自由的话，其实它是有所谓的positive freedom 跟 negative freedom 嘛。那 positive freedom 就是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事情的自由，但是 negative freedom 也是，或 negative liberty 也非常重要，就是你免于什么什么的自由。那我们在网络上面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免于被言论查禁 censorship 的自由，那免于被把这个话塞到你嘴里，免于 coercion， 免于强迫的自由，然后跟免于监控，就是这位朋友提到 surveillance 的这个自由。那这三个 negative freedom 其实在网络上面的重要性确实是越来越强，因为技术使得大家越来越容易去做这种查禁或者监控或者是强迫 的这种事情，就是被盗窃啊等等的这种事情。那尤其是这个就是离我们蛮近的一个区域是这方面科技发展的这个翘楚哈，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碰到一些这个很厉害的什么血量工程啊之类的展示。那但是就是说我想台湾有一个特色啦，就是说我们离我们拿到言论自由就是只有一代的这个距离
嘛，所以还有很多朋友还记得说没有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对，我现在37岁嘛，比我年轻的应该是不记得戒严时期，但是比我年纪大的大概都记得戒严时期，所以记得戒严时期的朋友就会非常珍惜我们既然拿到了这种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这些自由，所以常常有外国记者来，像无国界记者他的总部在台湾嘛，那我常常分享的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在接下来2-3代了，在台湾这个自由就是免于刚刚讲的这些的自由还是会被我们社会当作是核心价值，那不会像很多很老牌的民主国家觉得它是工具价值，就是觉得说它跟更重要的东西相权衡的时候你是可以牺牲一点点，那在我们这边是绝对不可以牺牲的，想都不用想这样子。那也许我们这边再过100年也许不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我们可见的将来哈，大家对于才刚拿到的这样子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解释自由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那它等于是逼我们去做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是在完全没有compromise 完全不妥协的情况下去做创新。那所以像最近比较红的一个议题啊，就是我绝对不用的那三个字哈，就是 fake news 哈。那就是为什么我不用假新闻三个字，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这对新闻工作者很不尊重，那而且它包含了不是新闻假冒是新闻跟明明是新闻但是它内容是假的的这两种太阳，那这两种太阳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院里面都是叫做网络争议讯息或者是最多就是不实讯息，如果我们知道它确实是不实的话。那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抢到公民团体抢到第三部门的这个 space， 所以我们这个五圈一叉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叉，就是我们不会做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那我们接下来在立法院有一个叫数位通讯传播法，那它里面是没有法则的，没有法则大家都觉得很疑惑，但是那是因为那是一部法律，就是让数位世界发生的事情跟现实世界刑法民法发生的事情一一做对齐，这样子不管法官是在哪里留学的他到最后会判成一样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它没有法则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则，而是因为我们不会觉得说某件事情只是因为它在网络上做它就可罚，它是说如果我当着你的面这样是诽谤，那这样我到网络上做就是诽谤，我在这个地方是公众恐吓的，我在网络上还是公众恐吓，我不会变成是说我在网络上面特别做什么事情在现实世界这个不会被关3000天的就会被关3天，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做的。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这个就是给公民社会一个工作的空间，也就是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要自主判断讯息的真伪，或甚至像大家现在也许有人会用的像什么有一个网站叫什么 Michael Penn 啊，或者是有一个叫做 CoFact 就是真的假的啊，所有这些网站他们就可以散播这些谣言，但是他们散播谣言的时候是连着这个澄清这个一起散播，所以这边就是一群志工然后一直都在这边去就是观察 LINE 上面到底有多少正在这个，这是一个 LINE 机器人，你可以加它叫真的假的，然后你就只要转传一个讯息给他，他就会跟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后面就是一个群众智慧哈，然后就是包含伊朗跟丹麦的比赛啊，中油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最多的还是这个火龙果，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一起吃会怎么样啊，这个是当然就是在 LINE 上大家都很关心彼此的健康哈，对，所以充满了这样子的东西，对，那任何人愿意的话他就可以加入这个查证，然后去说他是不在查证范围含有个人意见正确讯息还是不实讯息，目前已经10000多个了哈，那所以好，那这个我想我们不要看太多，看太多会精神污染，但是我要说的是说这样子的工作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对谣言的传播本身没有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因为他们可以主张说他们做这些事实查核的工作他们是在做就是公共利益之必要，那这个主张大概就是一定会成立，但是我们如果特别去对网络上面的谣言的转传去立法或修法的话，那就会不小心就踩到这些朋友，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越往就是控管性的做，那就会变成是这件事情越来越只有政府可以做，如果越来越只有政府可以做，我们就跟网信办越来越像，我们跟网信办越来越像，大家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就是尽量让公民社会来做这件事情。那但公民社会朋友们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有做一件事情对这个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会在行政院的就是官网上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即时讯息澄清的这样一个段落。那这样一个段落其实其实
一开始当然我们发言人副发言人自己有示范几则啦，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各部会在做。那目前各部会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即使一旦有这种真的假的这种出现出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会去回应。那通常我们是控制在一个 news cycle 之内，就是大概6小时之内，目前平均好像是12小时哈，这个是没有列入奖惩的。但是我觉得国永政委因为这个是他来管，国永政委做得很厉害的，就是说他会让每个礼拜让每个部会知道每个部会的回应时间，所以他自然就有一种同侪压力。就是说只有某某部花了2天才回，但这个也没有奖惩啊，没有奖惩。对 ，anyway， 总之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蛮好，就是说至少在晚间新闻或早上传的谣言到午间新闻的时候，那些采信这种不管爆料公司啊还是哪里的这样子一种东西的主流媒体，他至少在翻拍网络画面之前，他就有一个对照组可以看。他也不一定要相信政府，他也可以选择采信这个朋友。也许政府也是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部分，但至少他是有时间上的平衡。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不太可能做到版面上面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在时间上面去做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感觉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可以在容许匿名，没有网络实名制，我们可以再让大家任意的去留言，不会只是因为他在留言就去把他抓去关，然后也不会这个去强迫大家这个一定只能发和谐的这个讯息哈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让大家比较有一些抗体。那这个抗体意思就是说一些心灵的流感，就是你看到了觉得政府怎么可以做这么糟糕的事，你忍不住就要分享出去，然后你分享完之后才发现说，哎，你没有看完，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已经分享出去了，就跟这个就是感冒啊咳嗽的时候，就是你不小心分享出去了，那但是后来你的病就好了，可是它就是会传染嘛的这个状况，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它能够稍微有一些就是抗体。因为对任何事情你只要认真的想过两方三方多方的立场之后，其实大概就不会这种反射性的转传。那这个东西就是媒体素养。那虽然我们放在12年国教里面，但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也是要救嘛，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透过这种就是线上的这样子的资源，终身学习 LineBot 跟公民社会的一些协作，这样子的方法让大家更能够有一个 media literacy， 就是有一个媒体的一个素养。那这个素养虽然人跟人之间的流动更加的快速，但是它就可以让每一个人的那个就是知识论，就是不会只是因为这个人的头像是我认同的那个标志，或者他带了什么正确的 hashtag， 我就自动的转发他的东西，我还是自己会想一想，我还是会做一些查证。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台湾已经做得蛮好，就是我们大家的网络素养其实从国际上来讲都是相当好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开发这样子的工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这种所谓的实名制，所谓监控，所谓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也使得我们开发出来的这些东西适用在更多的不同的国家，像我刚刚介绍的这些创新，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国际上面的联络跟合作。那就是因为说如果我们现在是网信办模式，然后政府自己来管的话，这套东西是没有办法输出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每一个一点一滴的这样子一些创新，它都是各个不同的民主国家现在看到民主碰到信任的危机的时候会想要使用的。有21位朋友们说，是否有什么数位化失败的案例哈，或者数位化可能造成僵直症？我们目前试图朝一切电子化流程开放编辑，听起来很潮，但是我们仅不过是用 Word、Excel、PDF 传到云端，可能是 Google Drive 或 Google Doc 开放编辑，这样真的是数位化吗？想知道是否有 bug， 有数位的 bug 哈。好，那这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数位化失败的案例的分享哈，但是我不是很知道僵直症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话，这个可能可以提醒我一下。就我只能这个说，其实我的工作的方式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Sandstorm 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有提供各种各样子的共笔的文件啊、聊天室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这边分享一些就是不是很成功的案例，就是说。
好比像说我们很想推广这个 Rocket Chat 的这样子一个聊天室，那这个聊天室理论上就是大家可以像 Slack， 如果有人用过 Slack 的话，就是在上面这个进行具体的讨论，然后分享资料，然后有更多讨论群组啊等等这样子一种即时聊天的一种工具。但是呢，我们推 Rocket Chat 就不是很成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同样一个生态位已经有 Line 这个软体，然后台湾 Line 的那个穿透率是好像102%，就是说很多人有两个账号，对，就是 Line 的穿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流、你的 workflow 不跟 Line 互相整合，你是希望把大家从 Line 拔出来，即使那个软体它的功能再好，自然再无语、再怎么样，然后中文化做的再好，那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网络效应，就是说当你的朋友都在 Line 上的时候，那你不在 Line 上面就会变成你没有朋友，那所以这个时候，除非你能够把一整队人全部都转换到，那当时经济部好比像有一些 Pocket 他们有转到 Joker 就有成功，但是广域上面来讲 Line 还是首选，就是说那大家就是会去用 Line。 那这件事情其实 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啦，就是说打不过就加入它，那因为真的打不过，那然后但是我们对资安有一些要求，好比像它应该有点对点的加密，那在群组讨论的时候它不应该有一份明文存在他们伺服器上能够看到我们的公务的机密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在反复的跟 Line 反映之后，当然他们目前理论上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版本里面都有实作，所以理论上他现在手上并没有公务机密，是大家在各自的群组里面去流通这样子。那但是就是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已啊，一些资安的 audit 啊，一些这些东西。但是问题还是说，那当你习惯了这样子的一种其实是封闭为主的这个流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它开放，变成是说，那你可以让不特定的人都能够进入你的这个讨论区。那所以在这里面 Linebot 就变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不能让大家的注意力从 LINE 移开的话，那你至少让大家能够在 LINE 上面去更有效率的去运用自己的时间。那所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好比像说像刚刚讲的那个真的假的的 bot， 或者是说我们在就是一些签合一些必要流程，一些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它是可以用一个 bot 来去表示。那所以像我就可以用我习惯用的 Rocket Chat 或用什么别的东西。那但是如果发生什么在群组里面，真的需要我的注意力，或者真的需要我签合或怎么样东西的时候，他会 cross post 到我的 email 或到我什么东西。那整个目的就是说，每个人用他自己最顺畅的那样子的一种使用的系统。那最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 email 嘛， email 大家总有吧，那所以即使没有 email， 简讯总有吧，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推最后一步到简讯来。那但是就是确保说在 line 里面流动的东西不要因为你不在 line 里面然后就收不到，那在 line 里面的东西即使它是关在那个群组里面，如果有特定的关键字或有特定的机器人来帮忙做桥梁的话，它可以被接到外面的系统。我目前大概就是退守到这一步了，我没有办法说服大家不用 line， 但是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刚刚讲的对于流程的重新盘点，然后用现有的这个技术让这个流程更顺利，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比较不容易的是说，那你可以去看到目前的这个技术对你目前工作造成冗的部分，那然后呢对这个造成冗的部分去用工作的流程调整去把它处理掉。好比像说可能有人有听过番茄钟工作法，就是 Pomodoro Method， 那这是我已经用了大概快10年的一个工作法，所以现在是已经非常自动，就是脑里就会知道说快25分了，快55分了。那番茄钟工作法就是你在每一个整点的时候，或者每一个半点钟的时候，就工作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那个休息5分钟才拿来看 Line， 才拿来看社群软体，才拿来做各种各样子的，就是比较跟工作无关的事情。那25分钟里面基本上就是转成静音，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人联络得到这样。那大家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至少你半小时会看一次讯息嘛。那所以就是不管 PTT 乡民还是一些媒体，大概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他在就是讯息里面提到我，然后有报道不实之处，我就会在半点钟的时候冒出来，然后去跟他说对不起，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但是呢，那并不是浪费我很多时间，我就是半小时看一下这样。那所以就是说，我想就是把自己 social 或甚至 hyper social 的那个部分，因为工具的关系，所以造成人 hyper social 的这个部分，让他还是做，但是是占工作时间一小部分。那工作时间绝大部分是不被打扰的，那他不会
逼迫人要在一个随时会被扰乱的这个状况上面发生。那这个我觉得才是数位化真正对我们的精神卫生有帮助的地方，因为不然的话它真的是很像鸡尾酒一样，就是每一个软体的通知看起来都是很 benign， 就是很造成你的这个生产力可以增进，但是当你的手机上面装了大概三个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一个脉络都没有办法完全建立，你要切换到另外一个脉络那个情况，那这样子久了那个人就只有浅层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去做深度的思考，那这样子就会随时处于一个晕眩的一个状态。那所以 我是觉得就是有手机之后了，自己的时间控制，然后自己的时间控制如何让你的工作团队知道，这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那有了这个之后，不管是 Line 也好， Word 也好， Excel 也好，什么也好，那个就是大家的运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真的非常容易它就是被那个999 Plus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这种东西所网络所攫取这样。有数位朋友们想要知道参与者会不会有隐私的顾虑而不敢勇于参加开放政府的活动会。我们有很多例子都是有一些长期的参加者，他一开始是完全匿名，然后接下来是用一个化名，好比像有一位叫森里盈一的朋友就参加了非常非常久的我们的活动。那但是呢，大家虽然知道他是化名或甚至一开始是匿名，我们并没有因此就不给他发言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就算是透过看直播然后用一个化名来问问题，我们还是很具体的回复。那就算他是 Slido 上面是匿名，只要有足够有人按他的赞，那他的问题还是浮到最上面。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互信是相对的，虽然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互信，但是互信总有人要先走，那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呢，我们就先踏出一步，就是政府先相信人民，那人民也许会相信政府，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不相信政府，你还是要匿名，你还是要怎么样，那我们也不强迫你。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任是走在前面，那有些人也许会越来越相信回来，他到最后甚至愿意真人出席，真的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真实名称，虽然前后花了两年，那但是重点是说他会觉得越来越有安全感。那如果政府自己不信任人民，就是不公开出来让大家能够讨论，即使是匿名的讨论，那就要人民相信政府，那个叫法西斯主义啊，那个也不是台湾能够实验的东西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先去信任人民是非常重要，那开放政府的活动我们随时都留着这样子的一些位置，去让就算是匿名，就算是用 Slido， 就算是用直播留言等等的朋友，他有一段 dedicate 的时间，并不是从头到尾，我们常常是开了两个小时的实体的面对面之后，哎，留个半小时的时间收线上的意见，或者是说一样嘛，半小时之后，哎，留五分钟收线上的意见，而且这个时间结构一开始就要讲清楚，因为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种这个感情被欺骗的一种状况。所以就是说，我想期待管理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半小时只能给他五分钟，你就讲五分钟，那但是你不要一开始让他觉得说，好像半小时之后会给他一小时，那这样子的话，他自己也会衡量他要付出多少时间进来。那所以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强调的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大概都是在问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体验哈。但是呢，但是因为我们在行政院的关系，众云平台有另外一个很大宗的用户，就是审计部，监察院审计部。那审计部是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说他们问的并不是大家有什么建议，他们问是大家有什么疑虑。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在网络上面，如果行政院问你有什么建议，你还要先去看那个书面资料，你至少要花五分钟的时间去看一下那个问题的描述。那所以呢，大家就可能愿意参加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可是呢，这个审计部随便问大家有什么疑虑，就700则、458则，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羡慕。我们问大家建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的零头而已，有40则我们就觉得很成功了。对，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提出疑虑是比较简单的嘛。你要提出建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全部的方面，但是你提出疑虑的时候，你只要想一个方面就可以了，所以他们收集疑虑都是非常的完整。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审计部他其实有 credit， 就是说以前当行政要做什么创新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就会说啊，政风不让我做，审计不让我做，这是最常见的。那但审计部现在就可以说，哎，不是啊，我不是不让你做，我是有一些疑虑嘛，那有些疑虑我们就先让全民来告诉我们说到底有什么疑虑，然后我再把它收集起来。像我就接过审计部的信说，哎，我们在 Join 平台上面关于台北市这个社会企业的这个推动，他们把本来是补助的庇护工厂改成把这个空间用1块钱的方式租给身障者自己经营的社会企业，那这种新的审计方式到底会不会图利呢？到底有没有什么疑虑呢？然后他们就在上面收集一大堆疑虑，然后他们把这些疑虑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大概9个问题，然后就直接寄给负责社会企业的政委，就是我了。那我们办公室
公司呢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回应，回应完之后他们就说好，非常感谢，那他们建立了新的审计方法，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新的方法去做。那审计部呢也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群众智慧是任何人有疑虑都可以跟他们讲，不是只是审计人员跟他们讲，所以从他们角度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就是把这些疑虑里面跟我们的行政脉络加以对齐，但他们不用去做什么呢，他们不用去担那个我们有疑虑的那个风险，就是说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有立法委员问起来我们一定都是说审计部这个就是卡住我们，那他们就现在就可以说不是啊，都不是我卡住你们，是高达750位朋友对这个有疑虑，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这个你们要具体的回应这些疑虑，我们才能建立新的审计原则。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那像这种提疑虑的那就更没有实名制的这个困难，也不会有什么隐私的顾虑，基本上你就随便注册一个账号，你现在有随便一个 email 账号加上就是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你留言的时候也不会显示真名，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这个就是告诉审计部你的疑虑是什么，那这个大概是不会还原到你的个人的隐私的。有十五位朋友说网络上的讨论容易失焦，容易流于情绪，该如何跟酸民沟通来度化他们，这个用了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词汇，就是说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流于情绪是必然的，其实我们面对面讲话也很容易流于情绪嘛，那对不对，事实上更容易流于情绪，但是对，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说网络上面它就是讯息的传播是来自于脑补，就是说你在脑里面能够补上越多东西你就越想要传播，那这里呢就会助长好比像说 outrage 这种情绪，愤慨的情绪，因为当愤慨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加油添醋，但是如果它是就是一个开心的平静的怎么样的情绪，那你就是按赞，你大概不会想要分享，因为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个东西，那但是愤慨是一个集体的东西，它越多越有力量，所以因为 sampling bias 的关系，所以就导致我们看起来但乡民都很酸或很义愤填膺，但是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是那种情绪才比较符合刚刚讲的那个 ACE 原则，就是你自己可以加油添醋，加油添醋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同侪里面变得比较厉害，然后你又可以自己再加新的靠北什么东西上去，所以就让它符合可行动可连接可延伸三个原则，所以它就会传来传去。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演算法的自然结果，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 it's nothing personal， 就是它除非对你指名道姓，不然的话 it's nothing personal，它就是一个演算法的结果。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像刚刚这个 join 平台啊，这个回复啊等等，我基本上就是有个简单的讲法，就是说它可能100个字可能90个字都是在做情绪的宣泄，但它可能有10个字，它真的是在问你问题，或它真的是有疑虑。那这个时候你就假装那90个字没有看到，然后你就回那10个字，然后很认真的回那10个字。那这个时候即使它是来乱的，其实很多来乱的朋友，他就是在生活中比较缺少这个亲密关系的滋润，所以他就很需要这个注意力。那但是他要在生活中得不到高品质的注意力，所以他就只好在网络上面就是用很酸的90个字来包装他的一些疑虑啊，什么东西来这个获取大家的注意力嘛？那但是因为网络上的这种注意力它是短期的，它不会变成长期的关系，所以他隔天醒来又很空虚，那很空虚，所以他就只好再去酸啊。所以这是一个就自我加强的一个循环。那但是如果你让大家看到说哦，原来你只有那10个有建设性的字，我才认真的去回他，这不是只是给他看，也是给所有旁边的人看。那这样大家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只有用这样的方式留言，你才能够获得你就是很缺乏的那种注意力。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大家就会慢慢就开始彼此信任，那这样才有可能变成长期的关系，甚至变成实际面对面见面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成功度化一个酸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实际在维基百科或者在这种社群操作的经验，大概一半的酸民可以因此而被度化。那但是当然有另外一半就会觉得说，他就去别的地方玩了，因为你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就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他只是要引起你的愤慨嘛，那你就没有被引起愤慨嘛，所以那他就有更容易引起愤慨的地方，他就去别的地方玩了，那这样也很好，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说度化是你的志业哈，这个度化不完的，但是就是说，至少有一些人愿意留下来变成贡献者，就算只有10分之1留下来了，我也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行为哈。
好，那我对两厅院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让人非常的自在，就是我从小其实就常常来，然后就是对我来讲这个是就是记忆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它非常 stable， 就是说它给我的感觉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我其实感觉是蛮好的哈，这绝对不是偷偷酸的意思，这个真的是这个是实际的感觉哈。OK，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说，这个在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的时代哈，对于保持作品的品质的看法是什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传播上面，我刚刚讲了一大堆，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权的感觉放下嘛，就是你做了一个不太够好的东西，那别人一定来骂你，那你就说没有，这是抛砖引玉，这是开放的，你可以自己去改，然后他就改一改，然后他就是对你不会不好，因为他就觉得说，哎，那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半成品，然后别人就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使用。那如果常常传一些表情包啊、长辈图啊，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改得越切合实际，它就传得越凶嘛。那所以它就是好像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所谓的 meme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如果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那反过来就是我们作为作者，我们到底要 offer 什么东西？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要 offer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经验，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是跟其他别人都不一样的之外，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非常快速的被模仿、被模拟，甚至是被合成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你每一天过了不同的生活，那你这天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个人经验。那这个经验经过升华、经过创作、经过什么东西，变成一个大家能够就是抛砖引玉，让别人能够继续去发挥的东西。那我想这个东西才是现在所谓自媒体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每个人他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媒介，让其他人能够更好的或者更有效的去参与他的生活，其实一句话讲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就是说 media message 真的是已经混在一起了，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说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好比如说我的演讲大概都会像这样录影之后就会用 CC 授权把它公开到网络上，就会有很就是有新的导演，他就会把我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各种片段剪成他想要看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又把它这个发出去，虽然我可能本来不是那个意思，那但是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是已经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嘛。那对我来讲，我每一天新的一天，那我就是有新的生命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又是我可以分享出去的，等于是说我不去跟其他的导演或制作人抢对我的过去的诠释权。那这样子一想，这个就放下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保持品质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说我从入阁以前，就是我做的所有东西，包含像蒙店，如果我们开蒙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资料来源，我们用了各种各样子的东西哈。为什么我上一个查的叫内线哈 ？Anyway， 就是 OK， 好，对，就是作者唐凤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抛弃此著作，以著作权法所享有之权利，包含所有相关于临接的法律权利。那什么叫相关于临接呢？就是姓名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作品你整包拿去，然后说是你做的，我也不会告你。好，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花我的时间在我已经创作好的东西上。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大概时间都在想新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才是表示创作品质的一个重点，因为你越花多的时间去 attach 在别的东西，然后在已经有的东西，但是不让别人去任意的利用，那就越难放下你本来的那一个 legacy。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新的东西的创作就受到局限。那这样子的话，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你在 repeat 本来的那个品质。但是如果这些都可以放掉，那觉得说哎，别人爱怎么用怎么用，那这样的话我的看法是说，这样才会一直保持那个 authenticity。 那这个大概刚刚有讲一下，但是希望有什么未来哈。就是说我想每一次这个有人问这个问我，好比像说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啊，台湾的方向是什么，我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很抱歉我必须 quote 我自己，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更好的答案哈。就是每一次有人问我台湾的这个方向啊，未来要往哪里啊，我都是说就是不断向上嘛，仰望星空，就是我一边是这个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太平洋海板块，就不断的挤压，然后不断的有地震。那但不断的有地震呢，玉山每年就长高五公分。那长高五公分，那就很好，我们就有更高的这个视野嘛，就可以看到更远，然后有一天就可以去火星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意思是说，
冲突了，大概 是难免的，尤其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嘛，记得戒严的时代，不记得戒严的时代，从出生就有手机的时代，出生的时候连个人电脑都不普及的时代，这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那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本来在世界各地本来就有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双方都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面比对方懂太多的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调和呢？就好像一定会有地震嘛，但是至少你可以把防震结构做好一点，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这种必然的摩擦或冲撞里面确保说它是不断升高而不是就是沉沦。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找到那个共同价值的那个能力，就是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Pokemon Go 刚出来的时候，就是精灵宝可梦，现在好像还有人在玩，我是已经没有在玩了，但是一开始出的时候玩了很久哈。Anyway， 在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在街上就是去逛那个台电的变电箱的时候，会常常看到这个有就是阿公阿妈带着孙子孙女，然后一起出来抓宝可梦。那但是其实你看不太出来哪边在带哪边，你也可以说是孙子孙女在带阿公阿妈，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是真正的队友，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哪一边比另外一边多很多这个知识。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虽然双方是有不同的生命背景，但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新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这个20年、30年的对这件东西的体验，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讲都是新的。那就算是壮年这个中间的朋友，如果工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有一些贡献嘛，比方说开车一直开到时速20公里之类的，就可以一直抓。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一些新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具体的经验，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像拼拼图的一个概念，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碰撞它是可以做出新的东西。那但是如果你一直是在做本来的东西，那双方都很熟练的一些东西，而对方不熟练的东西的话，那就会有彼此拉扯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如果它是持续向上的话，就是大家都还是要去找到一些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新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目前不管是讲数位转型，讲什么 AI 啊，讲 VR AR， 其实大概都有这个特性，就是它都是跨领域跨时代，然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拿这个来干嘛的这样子一种特色。所以如果能够多做一些大家都不知道拿这个来干嘛的题目，而且允许失败，就是大家都觉得说，那失败了，按照爱迪生的讲法嘛，我不是失败了1000次，我找到了1000种不 work 的方法。对，那只要存着这样子一种信念，基本上大概就不会有剧烈的冲突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调和时代冲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有1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经常公布使用者消费者的资讯是否会降低消费者跟使用者对平台的信赖度。这个其实是要看你公布的方式，就是说因为就像选举的时候，这个 有一份民调是拿来选的，另外一份民调是拿来这个煽风点火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重点不是在这个数字嘛，重点是在你那个数字的呈现方法，你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你给他的诠释。如果让使用者觉得说，你是在剥夺他的诠释权，那他当然非常的不爽。但是如果你是给出 raw data， 但是你不特别做出诠释，让任何愿意做诠释的人自己去做诠释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既可以怎么讲，既可以使用他们的分析能量，收割他们的成果，然后又不需要担负这个就是带风箱的风险。所以我自己通常都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就先一视同仁的，完全没有任何 bias， 也不做诠释的，就是你手上有什么，那就给出什么来。那这个时候愿意做诠释的人自然就会去做诠释。我们还有2分钟，可能回答不完了。对于这个智能场馆必备的要件有什么？那如果我们以刚刚的那个 smart government 的定义的话，那最必备的要件基本上就是所谓 digital twin， 所谓 capture 的这个能力，就是所有在实体世界类比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份尽可能贴近它的数位轨迹，然后未来能够使用这个数位轨迹来重现在这里面我们可能在互动的过程里面自己 miss 掉的一些片段，它有不管是往回的 analytic 的作用，往后的 prediction 的作用，那个都是后面加的，但是至少你要把这个互动能够用某种方式保存下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如何让人们或员工愿意改变习惯，接受数位化的新的工作模式？简单来讲，你要改变一个人的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有在试做这件事情，我都是只是改变别人的感受。那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在像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在龚总旁边，就是我礼拜三 office hour 的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呢，它长的样子呢是这样子。
好，那其实一进来大家就是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感受。那事实上这个球门还是喜憨儿画的，这非常厉害，就是要我画我还画不出来。所以我这真正很棒，就是你一到里面就有一种什么都很有可能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那当时是聚集了大概100多个不同的社会创新团队，他们的建议，那他们的建议跟我们政府自己要 top down 办共同工作空间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大家我记得第一名要的东西是每天要开到半夜11点，因为他们常常活动完了之后在这边需要聚一段时间才能够蹦出一些火花，常常开到8点，然后你就3场，你还要在旁边找吃的，很麻烦。那另外就是说一定要有厨房，要有咖啡厅，甚至还有一个常驻的厨师。那所以这个我们也给了，就是吃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另外就是他们还觉得说，哎，那每个礼拜这个空间都要有所调整，所以说政委能不能每个礼拜三都来这边。所以我现在是每个礼拜三10点到10点都在这个空间。那大家对这个空间有任何要调整的，它是以星期为周期在迭代哈，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空间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地，不但办一些活动，甚至这些活动都可以远距。像我去巡回到台湾各地的时候，各部会的朋友就在这边用远距去看到实际台湾各地我去那个地方的状况，十几个部会的朋友就可以及时的线上备询啊，来提供意见。所以所有这些都是要让大家对这个感受，因为社会创新它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挑战法规的，它很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件事真的会 work 吗的。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有就是很充分的这样子的气氛，然后东西也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又可以这个待到晚上11点，大家可以喝一点点酒讨论哈等等的这种情况下，哎，大家对于新的东西就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你就是把大家绑在这个工作间里面，绑在椅子上面，然后你是用 A4 纸，然后给他这个同样的一个社会创新后，他大概就立刻就驳回了。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空间本身跟这个改做的这个工作模式，就是让人在一个空间里，而这个空间本身就是反映需求改变的。那这个时候人就比较会愿意有这个反映需求改变的这个习惯。好，那我从来不 overtime 了，所以我们时间到了哈。那但是就如果这个想要一起工作的话，就欢迎联络我。然后我们应该有蛮多题目的可以一起做的了。那但这个就是所谓的协作，并不是说这个各位明天就可以这个跑到行政院上班的意思，但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个测试的案例可以做，所以如果大家想联络我的话，我在 Twitter 上是 Audrey T 哈，然后如果要我的 email 的话，那我就是同样 Audrey T， 然后小老鼠，然后 ey.gov.tw 就是行政院。好，那大概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唐真武委员哈，针对我们各位同仁的问题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案例分享。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唐真武委员的一个不藏私的精神。那最后呢，我们也期望就是透过我们两厅院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人有机数位，然后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呢能够不断的向上，找到各种的可能性。最后就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唐真武委员。